勇士啊，又找人。嗯，好，查一下。又要找人，他应该不会要用飞的才能上去吧？嗯，勇士啊。诶，查不出来。勇士郎，小次郎，勇士郎，嗯，打错字，我也查不到。郎郎，可是这又很简单，瀑布潭的旁边。瀑布潭的旁边，找不到呢。可是这次大家都找得到，不需要攻略。啊，我输入法坏掉。是啊，阿尔宙斯有。在哪里？瀑布的岸边，所以是很好找的。瀑布在哪里？很好找。哎、欸，喂！哦，没事。岸边没有人啊。是也往瀑布看，在瀑布下的岸边，没有啊？这是什么？我掉了，速度太慢。嗯？瀑布下的岸边这里吗？哦。哇，这蛮好找的。可能在对岸，这个应该不用再捡一个攻略了。瀑布下的岸边，啊，这只是什么？有啦、欸，哎、欸，蹦。我、哦、放不下道具。哦，我、哦、中毒了，不能叫坐骑啊。87哦。哦，偷抓纽拉的时间到了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留在这里浪费时间。哦，先不要。先把勇士雄鹰开起来。先不要，我完成。这个应该蛮好找的，那个小拇指那个比较难，还是他其实有提示，没有注意到这样。哎，还有任务哦。